香港大香港讀書嘅，咁啊一直到差唔多成13歲開始，先至去咗大陸度成3年幾喺上面學武術嗰啲嘢咯，之後再翻嚟香港，一直到依家。其實我點解入呢行呢，主要係因為本身我爸爸都係做呢一行，自細即係好細個嘅時候，咁2、3歲，咁已經睇住佢喺小時度拍嗰啲古裝戲啊，吊威亞咁樣，乒乒乓乓喺度打，咁自細已經睇覺得好好玩。咁所以大啲之後，又有啲電影啊，咁啊導演話需要一個角色啊，啲細路仔嘅做啲男主角啊個仔啊，或者係做佢童年時候嘅戲啊咁樣，咁啊咁啱咪睇到我爸爸帶咗入去拍，就呢個啦嚇，眼大大，我細個嗰時都幾得意嘅，好似即係好似細路女咁，咁啊就係咁樣啦，跟住就咁樣入咗行。喂，未叫你行啊，拖架衫起身。其實因為自細睇得多咧，咁受到爸爸影響啦，咁又比較百厭啦。細個嗰時候嘅學校都係好曳、好曳、好曳嗰啲嚟，中意打交啊咁樣。所以都係中意拍戲咯，即係好中意，即係今日唔使翻學就去玩啊。所以都係中意拍戲多啲嘅。咁你話如果好似一般正常細路仔嘅生活咧，基本上係會有啲分別咯，係唔同嘅。因為我本身我父親都幾嚴下嘅。咁啊，除咗即係自細，我好細細個應該2、3歲嗰時，佢已經開始教我踢腳啊、鬆筋啊一啲基本嘅啲功夫嘅嘢，已經開始教我。同埋好似一般正常細路仔咁樣，好似放咗學之後同啲同學出去玩啊，從來未試過嘅，係冇咁嘅機會，因為我爸爸係管得好嚴，一直都唔俾我做呢啲嘢。所以都其實我自己唔知道自己係咪想有一啲正常嘅生活，正常嘅細路仔嘅嗰個生活咧。可能而家我會想，但係嗰時候根本我哋唔知道，因為自細就咁樣長大嘅，有好有唔好咯。其實我咧可以話叫無門無派，因為我樣樣都學，每一樣嘢我都學。其實好似我細細個開始，我係啟蒙老師嚟講咧，就真係我爸爸係啟蒙老師，因為佢第一個教我嘅，然之後咧，我亦跟過佢個師傅，所以咧，我同我爸爸嘅關係咧，又佢又可以叫我啟蒙，我即係佢有我嘅啟蒙老師，又係我嘅師兄，又係我師兄嚟嘅，因為我都亦跟過佢嘅老師學咩咧？學京翻，即係京劇嘅北派，即係我哋香港人叫做北派京劇嘅一啲關鬥啊、把子嘅嘢，因為嗰啲嘢係比較適合喺我哋電影裏邊咧，經常會用得到嘅，因為佢可以好細嘅地方度，可能一個咁細一個環境裏邊就可以做一啲好靈活嘅一啲翻騰啊，一啲大嘅動作，即係呢啲體操做唔到，體操可能要用好大嘅地方。咁啊，之後我亦都有係學跆拳道啦，學一啲搏擊啊、打拳嗰啲嘢啦。之後去到差唔多成13、14歲嘅時候，我就去咗中國徐州。咁啊，上到上面之後，因為嗰度我本身我爸爸嘅鄉下嚟啦，咁佢上面有好多親戚啊，亦都有好多人喺上面。嗰個地方本身一個練武術好即係等於好似等於香港好似好多人係學太極咁樣，韓國好多人學跆拳道一樣，即係嗰個地方好多人練武術嘅。咁我上到之後發覺到，哇！原來可以即係咁多人練呢樣嘢，咁呢樣嘢係香港冇辦法學得到嘅，喺香港冇辦法學得到，同埋你會有好多嘢會令到影響到你冇咁多時間擺個心機落去。咁當年我就上到去之後咧，咁啊同我爸爸傾過之後，咁既然自己中意做呢一行電影呢一行，同埋係自己有一個心願，希望可以做一個做一個好嘅動作演員，可以俾人認同。咁如果你真係冇可能，你如果完全唔識或者求其打幾下嘅話，用替身，咁你根本唔可能會好嘅，所以決定咗就留咗喺上面度，一直咁樣學咗成3年幾，因為後尾我都有斷斷續續仲要翻去練。咁你話練咩嘢派別嘅嘢咧？就係、是一個就係 keep 住啦，一直就有練即係京劇嗰啲關鬥嘅嘢啦。咁其實體操嘅一啲彈網嘅彈床關鬥又有學。另外就係好似武術方面，即係好似你話
北派方面，好似少林功夫，我亦都有請一啲少林寺教嘅一啲先生嚟教一啲少林派嘅一啲功夫啊，好似英拳啊咁樣啊，長拳啊，好似國家規定拳嗰時候，亦都係佢哋比賽用嘅一啲長拳，同埋一啲兵器啊，刀槍劍棍啊，例如南拳啊、番子拳啊，甚至到最近為止嘅話咧，比較近期啲學嘅一啲特別啲嘅拳術，就好似一套叫做白眉派嘅。一個百眉派嘅龍形十八魔，即已經係可以差唔多話係已經失傳嘅。咁我真係好難得去咁啱可以識得到呢個老師，佢肯將呢個功夫教俾我咯。所以你話我係邊門邊派，我都你話邊一個我嘅老師，我好難講俾你聽邊一個，因為實在太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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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啦。因為我同埋本身自己又中意電影，電影裏邊咁嘅時裝戲有古裝戲有太多種唔同嘅。嘅戲，咁你變咗可以你識咗唔同好多種嘅嘢嘅時候，你就可以喺唔同嘅電影裏邊去發揮出嚟咯。咁可能亦都係啲報章度啊，啲雜誌上邊啊，咁啊嘉禾呢間公司見到一度，咦有一個咁嘅新人。又識功夫幾好喎，咁佢哋亦都係需要揾一個新人，所以我喺拍完《魔翼飛龍》一翻嚟一落機場就已經俾佢哋接咗入去，同我傾約，已經去咗嘉禾度傾約，就傾呢套電影，就話要簽幾套咁樣咯。力王，是因為我接了呢套電影啦，咁跟住就知道呢套電影是由一個日本的漫畫度改，即係都唔算係改編啊，直情係買佢版權翻嚟拍噶啦。咁啊，當然會一定會睇下嗰本漫畫咯，就發覺哇，原來係非常之暴力嘅，非常之暴力啊！咁就一拳啊打爆我肚啊，一掌啊劈到成個頭甩咗落嚟啊，流好多血。就其實嗰時都幾擔心啊！哇，咁樣會唔會唔接受咧？會唔會啲人睇咗之後覺得哇咁暴力嘅，覺得好核突啊咁樣？咁啊，後尾發覺咧，原來咧到咗今時今日咧，仲有好多人記得呢套電影嘅。就算我上到去，即係好似去到國內中國地方咧，去到好偏遠嘅北方啊，去到哈爾濱啊、新疆啊，仲有人話：誒呢個係力王，你係咪嗰個拍力王嗰、那個？咁我係啊係啊，真係你啊！因為原來佢哋而家，原來上面即我發覺，原來呢套戲咧係會吸引到好多人睇咗之後咧，係會好記得呢套戲嘅，因為可能裏邊有好多場面嗰啲血腥嗰啲，啪一拳打到爆血嗰啲嘢，令到啲人一直都到依家仲記得呢一套電影。其實之前咧，我睇過佢一啲電影啦，就佢一直都係拍一啲比較科幻啲或者一啲另類啲嘅電影嘅，即係好似老貓啊、阿修羅啊呢一類嘅電影，即係比較特別啲嘅咯，孔雀王嗰啲咁樣。咁所以我都唔係好擔心咯，因為知道佢係拍開呢一類嘅，應該都冇問題。即係其實開始嘅時候拍嘅時候，一直都係擔心就係血腥嗰樣嘢，太多血。記得我有一場戲同。同嗰個監獄長在 ending 嗰場戲度，哇！打到啲手指甲、啲血漿啊、啲手啊，同埋成塊面啊、隻眼啊，全部都係嗰啲血漿。哇！係幾日都洗唔乾淨，幾日點洗都洗唔乾淨。嗰時係擔心呢樣嘢，驚住太血腥，但係後屘都覺得原來都冇問題，原來大家都接受到。呢套電影咧，佢嘅動作嘅即係嗰個設計咧，即係我哋嘅武術指導啦，國追啦。咁佢都因為有其實有一樣嘢做問題，就係因為佢嗰個動作方面咧，佢係要好多要一拳打落去啊，點樣啪斷手啊，一拳打落
成個肚爆開啲血，就唔係話咁招式嘅嘢，即係話唔係好似一般嘅香港有啲動作嘅電影咧，就比較招式啲啊，點擋啊，點隔啊，又打翻嚟，就唔係咁多呢啲嘅嘢咯。反而我哋演員嚟講咧，就唔算係太過辛苦嘅，係因為好多時可能淨係 set 嗰個假嘅身體裏邊啲血嗰啲，可能已經等成個鐘頭喺度等佢搞掂完之後，就係一拳嘅啫，砰！算其實呢套戲動作戲嚟講，算係幾舒服嘅，唔係話太過辛苦咯，因為真係唔似得嗰啲咁樣，哇！即係不停咁兩邊隔啊打嗰啲動作咯，幾好玩嘅。不過呢個經驗，大島由佳莉咧係一個好專業嘅一個動作演員嚟。我好記得同佢咧拍《力王》嘅時候咧，就有一場戲，係好大火好大火嘅。咁啊，當時其實咧個鏡頭就係咁樣，而家對住我啫，我講對白就楞到佢就喺呢度，個膊頭就見咁多啫。咁佢著住衫嘅，咁呢個位膊呢個位咧就露出嚟啦。咁個火咧就好勁，我自己係噴，因為我對鏡頭講對白咧，我噴曬水濕曬咁樣咧，就已經有咗個保護啦。但係佢就冇保護到，佢見我未講完對白咧，佢死都忍住。等我講完嘅時候咧，我已經見到佢條頸呢度咧出緊煙啊！已經出緊煙啦！佢阿芝阿芝，即係日文，佢話好熱啊，好熱啊！哇！跟住掹就即刻走，一掹住佢走嘅時候咧，已經見到條頸已經起咗泡啦。但係即係呢個係我問點解你唔喐啊？佢我未講完對白啊嘛，咁佢梗係點都要等埋我做完戲，佢先可以走噶。所以我覺得佢其實真係好，即係佢係嗰啲演員做得好好咯。佢始終佢自己辛苦都好，佢都頂住，好嘢，大島。佢好捱得苦啦，因為其他嘅電影我都睇過啦，即係佢本身自己有，佢真係有功夫底子，佢打得唔錯嘅，同埋佢真係好捱得苦咯，因為好多時我哋打嗰啲咧，尤其是佢成日要同男仔打咧，一定會隔到好多地方瘀曬痛，佢都忍住，好嘢。同喺《力王》裏邊同嗰個最大隻嗰個 Frankie 係咪？即係亞洲先生，佢係攞過獎嘅亞洲先生嚟，好犀利！但係嗰啲大到因為嗰時我自己本身都要操啦，所以我去其實佢都教，即係佢都會同我講下，俾好多意見我咯，俾好多意見點樣去練啊，去練你啲線條靚啊咁樣。佢本身自己又唔識功夫嘅，但係佢係練淨係練大隻嘅。咁啊調翻轉，我亦都會同佢講下，即係拍動作戲打嘅時候。係即係有啲技巧上嘅嘢都要同佢講教下佢咯。難忘嗰場應該就係喺嗰個操場嗰度咧，一拳打完佢之後，佢自己又攞把刀解開自己嘅肚，攞啲腸出嚟啊！因為嗰啲血漿同埋嗰啲嘢咧，可能時間太長，嗰時夏天，哇！陣味好臭，好難聽。你去，你唔好乱嚟啊！要冧就一齐冧。我记得咧，嗰场戏咧，即系话插个肚里攞个肠出嚟嗰场戏咧，佢下边嗰个身体应该系佢用一个假嘅身体啦，咁一样都系攞把刀去插落去啦，上边就阿 Frankie 佢自己嘅真人佢嘅头啦，咁啊插落去一拉开，就里边已经准备好晒啲血浆啊、啲肠啊嗰啲咁样，哇咁样拉出嚟，然之后就想捻我条颈咁样。其实我觉得其实几暴力，但系咧有冇可能咧，我真系唔知得唔得啊。但系可能人嘅意志喺嗰一刻可能真系做得到嘅，因为我曾经睇过咧中国嘅一啲小說裏面講到打仗嘅落，即係唐朝嘅時候有一個武將，亦都係咁樣盤長大戰，好出名嘅中國叫盤長大戰，就騎喺馬上邊打仗，俾人哋插咗落去，插咗開咗之後，啲腸流出嚟，佢就將啲腸綁住自己條腰，繼續咁樣去打仗打落去，哇！好英雄，好犀利，不過我唔敢試。因為
啲特技咧，好多時候因為佢要用一啲假嘅公仔啊，去整個假嘅頭啊，要一掌劈落去啊。我最難忘嘅就係有一掌劈落去咧，個頭殼成個啪開咗出嚟，然之後見到裏邊咧有個腦，人嘅腦喺度，就要喺度喐下喐下喐下，然之後啲血擠出嚟。因為嗱，你導演話你千祈唔好 NG 啊，嗱，好麻煩嘅搞呢個鏡頭，整成個幾鐘頭啊！你 NG 又要整個幾鐘頭，所以我好大壓力嘅。其實就一下啫，喺度啪開，嗰係豬腦嚟嘅，我哋買只豬個老闆。拍完之後好開心啊，又係 OK 咗，好笑。同埋有一樣嘢補充翻就係咧，呢一套電影喺香港即係有咗三級制之後咧，係第一套係冇色情，即係冇色情嘅嘅三級，即係列入三級嘅電影嚟嘅。因為佢太過暴力啊，太多血腥，所以佢係香港第一套冇色情嘅三級電影。所以人哋問我有冇拍過三級片啊？有拍過。我今日要你哋死无全尸！而家轮到你。唔系，其实里边嘅所有嘅造型啊，整个嗰啲铁钩啊、假眼啊，嗰啲其实真系忠于嗰个原著啦。本身呢个日本呢本漫画里边，佢嗰个副狱长嘅角色就系咁样嘅，即系经常即系假眼啊攞出嚟，可以掟啲人丹出嚟食，有铁钩勾人哋。因為其實一直以來都不是太多我和我父親大家去演，即是做對手戲不是那麼多的機會。開始的時候真的有點不太習慣，而且很少的演員經常這樣，我做錯一點點事就在說我，你這樣不是這樣，死了現場那麼多人，總是開始的時候有點不太習慣，後來都沒什麼後來都沒什麼了，即是拍多幾場戲之後慢慢都會習慣了。你以为我是福头啊？今日我要你见识下我的厉害。咁当然啦。咁其实就算系戏里边做得再坏又好衰啊，咁嘅人都好啦。咁但系其实根本大家即系一齐合都合作过，大家知道根本都系都好好咯。即系平时同佢都即系即系倾得到偈啊。咁同埋佢都会。俾到好，即係嗰時始終嚟講，我都即係演技方面都仲好亂啦。咁佢都會教，即係佢大家，即係好多人，即係甚至啊，即係好似阿家驅咁，佢都會教我演戲方面嘅一啲技巧啊，有好多嘢都會同我講咯。因為始終。當時嚟講，佢係一個三級嘅電影啊，即係變咗佢18歲以下，就一定係唔俾入場睇嘅。但係呢一套電影咧，因為裏邊有咁多用咗，佢係根據個漫畫咁樣去拍出嚟嘅嘢咧，根本就係漫畫，就係細路仔睇嘅。就算佢係暴力都好啦，根本係好多細路仔係想入場睇，但係唔睇得嘅。咁啊，已經其實會影響到啦。最後要佢哋等乜嘢咧？等佢電影落咗畫，等佢嗰時出 LED 嘅，嗰時仲唔係 VCD。佢等個個都係等碟啊，等錄影帶出咗，個個都追住想去睇。所以我唔係好擔心咯。但係始終都會到今時今日啊，過咗咁耐啊，仍然去到中國大陸咁遠嘅地方偏僻都好啦，佢都仲會記得呢一套戲《力王》，佢仲記得我。